Oh, really? Yes, I know. 哎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？来，我没有，好来，感谢我们，没有没有，好来。怎么说呢？他们都很强，但是呢，我特别想看他们 battle。哦，那么接下来在台下的。 刚才摩拳擦掌的诸位，有没有不服？当时我们在等那个倒计时嘛，我们所有人都用死亡凝视在看着他们。你试试看啊，没有不服，也不会有人 quot 一般，因为就算是平票了，如果要 battle， 那肯定也赢不了他们。 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服，我很服。三、二、一，他们还有很多更牛的地方，等会你会看到。 坐了屁股有点疼，我先走运了，拉一下筋啊，重新乖乖的坐下。这个能够看到他们的实际实力，因为我刚才我离远去看了，不上来就算了，然后还有，看样是真的服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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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就是街舞。接下来，有请下一组选手，马云。哇，一个人上。Solo， 五位导师好，我来自四川成都，然后是一名少数民族彝族。 我的街道那边的，他是来自四川的，四川的，你的四川话我们听不懂。他是来自四川的，差不多了，离了不到500公里了。那怎么说呢？他是来自四川的，怎么说？四川的，对嘞。你跳的是啥子？我主要跳 drinking locking 现代编舞。哦。 其实因为在之前，我的指导我们的口才都十分的了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哥？反正有这个说不清楚的。哎，那个字怎么读？连。有说不明白的，可能还是在，可能比较，有点对。 AK 鱼多。 AK， 还有说不利索的。一开始我怎么说呢？一个选，让我潮很，就哎，你明白了。对。我想说，什么叫艺术？我真的想大家看一下。哇哦。哦。对，有些时候呢。 特别专注艺术的时候，会忽略掉，哎，这还是一个 battle， 还是一个比拼，但是两方面都特别特别强的一位 dancer。哦，哇，王嘉尔好血糖啊！对，其实啊，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捧杀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现在所有的这个心结已经都提上来了，万一没达到大家的这个期待值，很可怕。那我说一句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你们别先别想。 先看完，我再说多一次啊！哎呀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充满了期待，就现在开始你的表演。兄弟，加油！加油！
了炸了，一个人跳出了八个人的感觉。哇，老感觉这刚才已经做完 CG 了，威亚掉完了，威亚掉完。对对对，刚才好像明明有一根威亚在掉着，腾空不断高度，还有那个滞留时间。我的天哪！我们还是看一下四位队长的判断。三，很厉害的 B-boy， 他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个人风格，是跟所有舞者都不一样的。二，这个撕票了吧？可以撕票。一。Oh my god！ 一波居然没给，很厉害，非常厉害，所以就是不给过，所以我是放弃，对，所以我是放弃，因为我可能有我自己的喜好，对，对不起。啊，如果是从现代舞上去看的话，这个作品可能是满分，但是我可能更喜欢 underground 的一些东西吧。哇，今年好严啊，没有一次撕票过的。我觉得很难撕票。我说实话，确实刚才一开始比较高的评价。什么叫艺术？这还是一个 battle， 两方面都特别特别强。你一开始给大家太高的期待了，以后那我以后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就学了嘛，学会了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下面的朋友，你们的机会又来了。